我是罗浮奥艺术集团董事总经理李雅欣 Wendy。 台湾饮酒实力惊人，也有很多酒类的收藏家，这几年酒拍也是相当盛行。您参加过酒拍吗？了解拍酒的秘诀吗？我将在好家庭联播网酒逢知己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名酒拍卖，敬请锁定，谢谢。